安杰啊，我不走了。如果我走了的话，我想你了怎么办呀？男人说话要算话，一会儿说走，一会儿说不走。其实我才想起来，公司这边还有很多事情呢，所以走是不可能的。哎，公司的事情还真多呀。你现在不走，总有一天会走的呀。那我永远不走呀。如果我真的要走的话，我肯定会带上这个爱哭的小女孩。你坐一会儿嘛，我给你做面吃。啊，行吧，你要做饭给我吃。我自己饿了，我顺便给你煮一碗。啊，是这样，行吧。要不要我帮忙呀？不用。啊，我看一下你的厨房。哎，别过来，这里太乱了。要烧那个柴火吗？啊。啊，行吧，那我就坐这里喽。嗯。快吃吧，好了。那么快？嗯。啊，你看天说变就变，马上又下雨了，快。对呀、啊，马上就下雨了。嗯。你不吃吗？不要。好。哇，感觉好幸福呀。快点吃吧。跟你一起吃面。你在这里玩哦。干嘛？我去镇上一趟。你去镇上干什么？我爸爸钥匙锁家里了，我要给他送钥匙下去。那我送你过去啊。没事，你在这里玩嘛，我走下去就有公交车了。那你都不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没事啊，你在这里玩，我等一下会上来的。算了，反正我肯定要去县城里面，所以我顺便带你过去吧，行吗？行吧，那现在走吧。现在下雨了。怎么那么快？刚刚都没下耶。有没有雨伞呀？有。把雨伞带上，走。好。你坐前面嘛，小心点。你坐前面。我晕车，坐后面。你晕车就更应该坐前面嘛，来坐前面。把安全带系上。来，我来帮你系。好，出发。你坐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买点东西。买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有一点吵。如果你感到寂寞，我带给你。